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狙击战陀，那它是适合六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玩的一款很特别的枪型战斗陀螺的玩具哦。那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哦。来，小帮手帮我把里面的东西拿过来。它里面呢会有一个像这样的战斗陀螺枪，然后一个陀螺，然后它陀螺可以换底座，用我们的这个扳手换底座哦。好，那我们就来示范这个怎么玩吧。来，小扳手，我们首先呢要先把，帮我放这里，这样才看得到。好，帮我过来好了，让大家看清楚。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黄色的那个，这什么东西？一个黄色的东西，然后用力的往后拉，要听到咔一声，有吗？没办法。那再试一次。你要。好，有听到咔了一声。好，然后我们就把这里有一个黄色的把它打开，然后我们就把陀螺放进去，好，盖起来，好，我们要来加速咯，努力加速，冲啊，你要加速几次，出发了，哇，还会发亮耶，好漂亮哦。然后它这个啊，它不用担心会很痛，这样碰到手不会很痛的，因为它边是修圆的，所以不用很痛。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瞄准器，这边打开会像这样子有红光，那它是可以开关的，可以关掉，所以不用担心说会一直照射这样子。那小扳手，你还想要再玩一次吗？好，让你玩吧。来，有吗？可以吗？哎呦，很熟练咯。好，我们就盖上盖子。要用这个还是不用？不用，应该不用啊。我们没有对战，还不用。好，加速咯。啊，跑出来了！它好漂亮哦。它反闪那个光好漂亮。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狙击战陀。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就请大家参考看看哦。谢谢大家。